哪个老铁让我买一披萨，我跑到九马披萨店买了一个披萨，32块钱，名叫夏威夷风情，名字不孬，太坑人了，哪个老铁谁就这几块可够塞牙缝了，啥还别说了，吃吧。我的心都在滴血，太坑了，你不能做吗？自己做，老铁想吃啥打在评论区，咱们明天安排。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无美颜无滤镜的一个拍摄，还能看不算很丑。一口，给媳妇儿。味道不错，浓缩的就是精华，不错。真是的，浓缩的就是精华。怪不得张姐说要吃披萨，吃披萨。给你块大的，这个芝士多。你不敢吃6块吗？你呀。